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海战世界：中华永不沉默》的新的版本啊，《江阴1937》啊，就是我今天呢和龙哥还有罗德一起来参加今天的直播，非常高兴。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跟龙哥是老搭档了啊，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的都知道了。那罗德呢？今天在《海战世界》当中，我们俩是新人，新人。哦，今天是请来一位大神，是吧？我靠，我不是大神，这样我会被揍的，不要这样。你一般。平时我们做直播都不敢主持人身上有任何修饰的，是的啊，只有像罗德这样的大神戴着副墨镜出镜，这才是真正的大神。对，这个身份凳子，我靠，今天把我发现了，你还戴眼镜吗？对啊，你平时直播都要戴吗？关键我平时没露过脸的呀。哦，这个倒是，就是戴副墨镜就感觉自己所有人都看不清自己脸，高大上了很多，是吧？不是，以前我稍微瘦一点的，然后我这样遮住，然后再瘦回去，他们就又不认得了嘛。哎，这样其实挺好的，保持一种神秘感。万一有些观众说，哎，这是三个解说傻逼呀、啊。至少少了一个骂不着的，是吧？你走在路上发现，哎呦，这两个就上次海战世界那个傻子，然后揍他，中间那个我认识，太酷了，中间太酷了。好，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我们海战世界新的版本上线，也增加了很多的舰种啊。罗德跟我们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是的，今天由我们的罗德大神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在海战世界这次新版本的一些这个经验心得啊。我跟少帮主作为海战世界的新手玩家，也想好好的多多学习一下。没有，其实我也玩的不是太好。这个就是他这个新版本的话，他是出了这个新的一些单位啊，比如说其中的这个宁海号啊，它是属于，等于说是当时那个还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向日本去买的，就是现在看到这件是宁海号，对吧？大家可以放大，咱们看一下啊。哦，这就是宁海号。对，咱们分析一下，就是它的包括舰的设计和号的位置等等。它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轻型巡洋舰，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啊，它还是。就真实的历史中它已经被击沉了，对啊，但是就这个因为这种游戏嘛，它都是造出一些历史上有的一些东西啊，就情怀嘛，大家都想玩一下这种，对对对。你像我们很多游戏玩家为什么喜欢海战世界，就是它能把我们生活当中遇不到的看不到的可以在游戏当中帮我们体现。宁海号这艘战舰在这个真实历史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动人的背景故事，对，它好像最早是中国从日本买过来的，买过来以后呢，在这个保卫战当中啊，这个他又反过去保，首先是被日本的战舰给击沉了，然后呢，日本人挺坏的，击沉之后呢，把它捞起来了，捞起来自己修好了，就废物再利用。然后这个最后又在其他战役当中被击沉了，对，在二次大战当中被美国人给击沉了，对。那言外之意，这艘战舰最后应该是彻底没了，对吧？但是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艘战舰了，因为也是属于进口的嘛，对吧？进口这个行货吧，这应该是这应该是进口，进口之后还外销了，因为被对方捞起来重新改造了。好，有观众问中间的大哥是谁啊？中间是我们这个海战世界的大哥，罗德大神。会完了，那大哥啊，叫罗德的还有什么罗德里格斯啊什么的，都是这。你是属于罗德中的战斗机呗？罗德界的战斗机。对，好，那我们第二艘战舰也是新出的，一起来看看啊。第二艘这个叫鞍山，它是就现在也还有，它是那个新中国时期的鞍山号是吧？它本身是个驱逐舰嘛，然后是找这个苏联老毛子买的，当时还有几个一起被买回来，然后合称四大金刚。然后这个就买回来之后，把它发鱼雷那几个管拆了，拆了之后给它改上导弹了。但是现在游戏里面可没有导弹啊，那不然打得别人叫爸爸。对对对，这是它原来在二战时期服役的样子，它还没有改的，还没有改装的，对吧？说白了就是鞍山号 1.0。对吧？对，鞍山号 1.0 状态。那以后我们随着游戏的发展，鞍山号会不会变化，或者会不会有玩家自定义的改装呢？那以后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一下。好，这个属于刚才是宁海号是轻，宁海号是那个轻巡，那它这个是驱逐舰。那么最后也是我们新出的一个战列舰，对吧？不是，这个是潜艇。潜艇叫
这个契库夫，但是这个潜艇特别的奇葩。嗯，怎么个奇葩法？因为你看他头上脸上有两管子啊，潜艇上面还有炮。不，一般来讲，其实潜艇上面确实是有炮，但是它是比较小的那种，就是大概给你意思一下。嗯，它本身就是潜下去，它不是跟人对炮的嘛。这个说白了，我就是海上能站，我潜下去还是能打。对，然后他就给搞了一个这个两根管子顶在脸上，反正就当时这个设计一出来，简直就大家就觉得哇靠，很有争议是吧？这个简直奇葩呀，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不是，那它火力加强的，你要是竖两个小的那个炮火的话，只能打打小飞机。他说是这样说啊，但是实际使用效果里头，这个东西也并不。我们一会儿可以在游戏当中去体验一下，啊、对吧？就是它的火力加强了，但是它的载重量就加也对。但是在游戏里面我试过，这个炮不知道为什么打得很远。还好只有两根。好，另外这几个 U 型潜艇是不是新出的呢？对， U 型潜艇就是那个德国的一些潜艇嘛，它特点就是说、为什么这潜艇差那么多呢？刚才那个好大呀、啊，叙库夫。U 型潜艇主要就是说拿来各种偷鸡摸狗的啊，它跑得快，当路灯用的。就战斗力，就说硬碰硬的话，应该是没有叙库夫这样的潜艇厉害的，是吧？对，叙库夫当时算是那个时候东西最大的，就人家一看，我勒个去，这潜艇。OK， 那我们今天呢，就以最主要这个版本新出的三艘主要舰艇来作为这个示范，咱们来一起试玩一下，好不好？好的，好的。好，那罗德，你来看看第一艘咱们使用哪一艘？观众有没有什么意见？想使用，轻巡洋舰的打一，然后想使用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驱逐舰的打二，然后还有潜艇打三，好吧？咱们看看观众想看哪艘战艇战舰。一啊，全是一啊，有说三的啊，好，还说开四，说四的是吧？说四的就是我们打罗德吧。哎呀，我们打罗德吧，打四的就打罗德啊。我们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好，可以都来，当然可以都来。我们今天三艘都演示一下，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新版本的战舰。那么先宁海号吧，好吧。好，作为中国的战舰，我看一下它这个，它金币船不需要研发那个的。对。它的维护的话，三七二一，先搜起来了。好，我们先匹配吧。嗯。好，也跟大家说一下，由于这个为了保证游戏平衡性，在匹配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右边是有这个不同舰种的多少人在等待。对，它不会说出现一个对战当中这边全是潜艇，那边全是驱逐舰这种情况。对，它相对来讲就是说都比较平衡嘛。嗯，有人也问了，帮主龙哥今天看阅兵看了，我们俩携手站在窗户外面，发现不在这个城市，然后一起打开电视看了一眼，是吧？啊。今天早上我妈还跟我发微信说，就从我们家楼上飞机就飞过去了，飞过去了，对，就从我家楼上飞过去。然后帮主一激动，哎，我要打海战世界。对，今天阅兵虽然船没翻开到天安门去，但是海军还是到天安门去了，对吧？所以我们海战世界里面涉及到的这些军官啊什么的，将来也会有机会出现。好，我们现在观众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罗德大神操作的第一视角，对，宁海号。好，那个我军的战舰现在缓缓已经向外开出了。嗯，我们作为比较怂的选手，是不是躲在后头了？我一般都是这种的。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宁海号中间有三个点儿，现在是红色的。它是这种，就是你炮台撞过来的话，这三个点儿就变成绿色的。对，当绿色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开炮了。对，就如果是红色的，就说明你的角度问题，对吧？你就还没有指到你刚才看的那个位置。所以说，海战世界对于选手的操作还是有一点点要求的。别人都往前开，你往后开合适吗，罗德？我以为一直以为你戴个墨镜跟大哥一样，你也不能应该是兄弟们跟着我上，对啊，应该都是兄弟们，你们先冲，我掩护。不是，那怂还是我得怂啊？哎，而且你瞄老瞄咱自己人干嘛？能不能往前冲了？你是绕到对方？你看小地图好不好？对，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右边小地图。对，不是，我猜是这样的呀。小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我军的一个这个兵力部署状况。嗯，我们罗德是贴在最右侧的边缘分数。嗯，哎，其实这也有好处啊，死的先是别人，然后我们看到别人对战之后，我们上去补刀，对吧？嗯，好，我们房管 Amber 也来了啊，今天也可以看看一款新游戏啊。嗯，哎，这个音效背景音好像给人挺震撼啊，挺爽的感觉。是。
是对呀、啊，等一会儿开炮的以后更爽。来来，他还没进入我们的射程，我现在帮这个队友打个烟。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烟雾弹，烟雾弹，哦，烟雾弹，对，帮他们遮盖一下，就是掩护是吧？哎，哦，这样可以增加隐蔽嘛？你别老打烟行不行？打个炮啊！现在打不到呀，你看他，说白了你是个辅助单位呗。他小地图有个那个圈子，那个是我的炮火范围，嗯，他们现在还没进范围，我现在打不到。哦，哎，敌方好像受到了我军的猛烈进攻啊！对呀，所以现在我在赶紧跟进呢。嗯，哎，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游戏好像可以内置语音吗？可以，可以的，对吧？我刚刚听到好像绿色那边有人在那边说。你按住 T 就，哎哎，谁被友军给鱼死了？好，我们先。哎，这边缩圈了，但是在射程外，对。我看一下这个。这是潜艇。潜艇，它在水下的，我暂时搞不到的。哎，快往前冲！咱们不打的话，彰显不出咱们的实力啊。不，他一出去就被人弄死了。对，在别人射程范围马上就死了，我们就只能不是我。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大家不要紧张啊！你在我们心中都是一米八五的男人。对，今天你的操作决定了我们对你的看法。对，我没见过你玩这款游戏，因为我玩的比较鱼，一会儿我也上去体验一把啊。我平时看人就把人看死了。哎，你就躲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观战吗？怂不还是我得手？太怂了。观众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反面教材，对，千万不要在海战当中就是这么玩。在真正，哎，即便你是玩战争游戏，或者你真是个军人的话，你不要学罗德啊。对，如果每个中国军人都想打的话，要打了，少王了，马上快要进入射程了，我先忙一发。哦，哇，中了吗？没有，差点。他游戏好吗？不是，他刚才没游戏视野了呀。明白了。哎，现在只有一米七，一米七五了，再打不中就一米三了。哎呦，打中一发是吧？对，哎，谁又被队友鱼死了？这我遭得住的。好，预判一下，中吗？打个烟雾弹，没有，他甩雷了，我得赶紧转向。哦，他把鱼雷扔过来是吧？是。对，所以我得赶紧转，不然等会要出事了。那边，那个潜艇也得小心点。好，看我炮口转过来干他。好，这个啊，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只能发一发炮弹。哦，有一个预判性的。对，要有预判性，因为他行进速度。对，你要预判，不然打不着的。对，刚刚那炮打中了吗？这个大家看到中间这个缩圈的那个绿的和黄的这块啊，是炮弹在瞄准啊。因为如果你刚刚指向一个位置的话，是散着的。嗯，靠，我准备去反潜。这个潜艇不出，我们这里不得安宁呢。好，反潜，哪个目标呢？哎。这个我先忙一忙，忙打的，大神都是这么操作的。哎，你到现在为止有打中过吗？因为有一些打中过一炮，打中过一炮，你别侮辱罗德啊！他发了十几炮，打中一炮。罗德正经是海战世界这个活得最底层的玩家，不是？好，这炮应该中了吧？都没怎么射，哎，中了！中一炮，啊，不错，没射，全然中了，什么鬼？一米七六，看，是这样的，对方一千多的血，他打中一次打六十，你说得打多少炮才能打中，打死对手？咱们放个鱼雷吧。你看间谍都说了，罗德我忍不了了，太怂了。我靠，间谍你也不是，哎，小心鱼雷啊！地上大家看海上那是鱼雷啊！啊，刚才这哥们发的啊，我们。这是己方的，然后哎呀，这个我不敢发鱼雷，等会儿怕把他给误伤死了。对，没关系，我先误伤死了，我们就告诉他是罗德打的。不是，好，这个预判性不错，好，不错，这方应该中了吧？有点散，还是没中，打中船尾，没中，打中船尾，再往前一点，好，对，打，相信我，没到时间，打，好，上好了，打绝对中了。哎，是这样，刚才那一炮打中船尾的浪花，这一炮打中船头的浪花。哎，打两艘还打不中啊？不，他们两个不在一个距离的。哦，对，两艘一起中，然后一个中一炮，一个中一炮，还可以。我靠，那个战略他没看我吧？他看我，我慌的。是，好，来看，这好像太可以，这个位置可以能打中。你看，好的。哎，我觉得我的瞄准还可以，龙哥。因为现在离对敌方战舰距离比较近，所以他的那个预判时间也可以减少。哎呀，妈呀，前面有鱼雷，救命啊！快到车！鱼雷来了！好，鱼雷来了！躲过了！躲过了吗？你确定？还有确定？躲过了呀！来，集中火力155血，把他秒了！马上我再缩圈！好，就这边！好，这应该打中了。耶！还是一炮都没中。不，他在那种转向的时候是有点难判断的。是。
因为你不知道他等会是继续往前行进，快放大，还是准备搞，还是往左的。哎，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你们这种高手的话，你再往左边点，命中率大概是多少？对，速度还需要再往左一点。啊，命中率一般多少？比如超过百分之？漂亮的，终于拿到一血啊！嗯，哎，命中率50%是不是已经算高手了？这个，你就这么说吧，间谍。他平时有50%命中率吗？他平时打的很少，就是很菜，就是很菜。不是，不啊，罗德说间谍是个菜鸡。哎呀，间谍，罗德说你就是菜鸡。我已经发过去了啊，像我个帮主都不敢这么说。嗯，哎，给你们讲一个梗吧。之前上个赛季的时候，有个潜艇大神，然后他的 ID 叫什么追忆兔子还是什么，然后当时间谍就跑游戏里面发了个东西。他说：“以后谁把追忆干了，截图给我，赏他15块钱话费。”然后我再也没见过追忆了，估计改名了。哦，现在好像我们还活着是吧？对，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还有七名。我方7艘，对方6艘，我们有优势啊！哎，那有个潜艇，你过去给他。他不是，他们可以去搞定的，我就不要再去添乱了。OK， 不然到时候东西多了反而会送。你是怕误伤自己的对吧？哎，你看吧，这两哥们已经有点别扭了呀。搞的啊，你去拿这个分数啊，我们打的对吧？补刀这叫、我想问一下，每一轮的 MVP 会有单独奖励吗？就是每一局的表现最好的那次战将。表现最好的，我靠，我这平时倒没留意啊。但你这个你干东西干多了或者干什么，他平时有很多成就奖励的。啊，比如什么几连杀呀、这种。嗯。我看出来了，你玩的可能还没间谍多呢。这个基本的奖励都没有拿到过，看来是菜的可以。我靠，有一把我潜艇干人干的都没晕了，我差点翻了。对方还4艘，找到。对面去我们家占领了，我们现在直接追我们家开就对了。我们那么个占领怎么能算赢呢？应该全全歼敌人啊！你在我们心目当中可是100%胜率的人，对不对？罗德从来没输过打海战世界。妈呀，那我等会只有装死了，龙哥。不，你还是尽量表现，对吧？主要是轻巡舰这个舰种的话，速度比较快，很容易躲开对方的炮。啊，你现在在干嘛？是在搜寻对方的？我在往家里面开呀，我要打断他们战家呀。嗯。我靠，居然是个战列！尼玛，打来了，战列算什么？给自己先打个蛋。先打个蛋，然后我跟这个先挺近，一边打他，一边把他点亮，给后面的提供一些指引。是，这是一个盲打，因为他是战列舰，我来打他的话，对他构成的伤害相当低。嗯，我跟潜艇只有可以撞他呀。对啊，他动力比我大就很多，那就相当于我开那个卡丁车去撞大卡车。还行。你看这个伤害好低。你过去放鱼雷啊，咱们别鱼雷过去了，鱼雷过去了。不是潜艇放的，潜艇放的。但是我，哎呀，我都。不，他说白了还是怂。我怕他轰我呀，他那个管子。不，人家都在你家了，你竟然还怂？对，不可能，保自己家园。如果如果每一位海上的军官都你这个想法，还打头了。我靠，大清早亡了。对啊，我大清亡了呀！快上，快上，快上，快上！你再不上，大清要亡了。硬了吗？因为我们那边占领100%，占领100%。他这个只要你一打他，他那个进度会被打断的。嗯嗯。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海战世界啊，就是现在我们有两种胜利模式，一种是占领对方的这个基地、啊，对方也可以占领我们基地，然后占领到一定时间之后就可以判定一方胜利。嗯，另外一种判定胜利方式就是全歼对手。嗯 ，MVP 是谁呢？你这次表现多少？你看团队成绩，团队成绩里看谁是 MVP。我们表现排第5，还可以，还凑合。MVP 就是这位了吧，大灰鲨同学啊。哎，一般来说，哎，这个敌方的宁海是 MVP 啊。哎，凭什么都是宁海？哎，为什么你不是 MVP？ 他3000多分，你才704分，都是宁海，我就看不下去。我靠，难道你们是？哦，那那个烧一把吧。奥赛雷斯肯定是海战世界中的一哥，能够是你的3倍之多，是你的3倍之多，对吧？哎，4倍之多啊！要不下关注我们下次请这个奥雷斯吧，好吧？让他来做我们解说吧，好吧？啊，我这招都出你。我们玩个驱逐舰怎么样？好吧？好，这次换驱逐舰，换驱逐舰啊！我靠，驱逐你是驱逐舰是战最难的海战世界里面这个操作难度最高的。所以
要尝试一下，因为他是这种，就是他一边他要打飞机，嗯，一边他要看对面过来炮弹，他要躲，嗯，他还要反潜，嗯。你喜欢打飞机吗？你到底在问的什么呀？就你喜欢，就问你，不问你喜不喜欢打飞机呀，啊？我都觉得龙哥你的笑容特别诡异呢。我没笑，就问你有没有喜欢打飞机。你刚刚提到打飞机啊？好，我喜欢打飞机，怎么啊？哎呀，我靠！龙哥，你呢？我是比较喜欢打炮一些。哎，我是比较喜欢，不喜欢玩航母啊，我喜欢玩战列舰啊、重巡洋舰啊，哎，这些。我喜欢潜艇。嗯，你喜欢潜艇？哎，这是我们安山号是吧？啊。哎，但是我玩这个特别怂怎么办啊？这个一般要冲很前头的。不，你看观众们说什么？观众说你是躺赢的，看到没有？有观众说你是躺赢的，你能不能表现一下？间谍，我靠，龙哥喜欢深入的玩潜艇。还是你们三吧。哎，我服了。哎，我服了。哎，继续前情啊！哎，这艘舰跟银海号比哪个更快？好像这个肯定它驱逐要快嘛，驱逐快。驱逐舰的在船队战斗当中，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它主要就是说这个侦察跟反潜。侦察反潜就送，先去送死呗？啊，不，就是它可以什么？去看视野，看视野。同时，因为它的躲炮的速度快啊，它比较存活率比较强。然后同时，存活率高吗？你觉得？不，但你要看操作了，操作不好，存活率就。那就你的操作来看，哎，他们怎么都往都没往我这边来呀，啊？我有点怕呀，啊。团队准备放弃你。那我就再问你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跟间谍两个人都各自那个驾驶这个安山号，啊，一般谁会先被对方击沉？这种情况啊，嗯，同样的战舰，同样的我估计很多玩家会一来先把间谍摁着干死，间谍先死，间谍菜呗，操作没你好，对不对？发个消息，我得发微信。间谍罗德说看不起你，你操作太烂。我这不是明明是他更拉仇恨了，太聪明了。好，来看看。这张地图，我刚才看的地图跟这张地图还是有点区别的。这个是那个英吉利海峡。嗯，英吉利海峡。哎，你知道龙哥，你知道英吉利海峡在哪吗？当然是在，你可不要告诉我，英国和吉林的中间。有道理，对不对？哦，你这个我不信能打中啊？打中的威力很小。哎，上面它有个标志，这是4公里之外的。这个，哎呀，哎，你。哎，你怎么开什么箭都往边上开呢？这个不是应该当路灯的箭吗？哎，你就往回走了，你是路灯啊，路灯你往回走。不是，你不要怂恿我们送死好吗？不是，你是一个路灯啊，你要为船队做贡献啊。怂是我得怂啊。你说在后面干嘛？因为你是航母是不是？啊？不是，你这个你应该用风骚的走位证明给大家看。对，你不是一个普通玩家，你是高端玩家。刚好搞不到的。你的速度那么快，你可以操作躲避对方所有的炮火，对不对？我靠，你说的跟我开个挂一样。关键是你不是航母，你躲在后面干嘛？啊，目前这一局还没有打中过啊，咱们看看什么时候能开壶啊。这个时候，哦，来一把缘分嘞，拼一下缘分。好的，打海战世界，它是靠缘分，靠缘分的，看我们的鱼雷和对方的舰船有没有缘分，有没有缘分？你这还想打飞机是吧？对，我要打飞机了。打飞机，哦，这样打进来呀，进我防空范围呀！他不进来，他怕我了，你看。哦，他跑了，哎，跑了。打飞机是这么打的呀？没有，他，哎呀，快跑！不要干我！对方跟你有缘分，有缘分，我看出来了。哎，他超出我那个防空火力范围。哎，啊不，好了，后面有那个重巡了，我就不管了。重巡防空比我猛得多，专业法。啊，你缘分中了没？没有，没，肯定没中啊。哦，看来没缘分。哇，哦！哎，刚刚是你故意躲的吗？也浅。哇，哦，必然不是。不，缘分躲的，缘分躲的。枪林弹雨。各位观众正在收看《海战世界》缘分局啊，有缘千里来相撞。哎，别撞鱼雷，别撞鱼雷，肯定撞不了的呀。这要是中了鱼雷，他就可以退出海战世界圈。这，好，就这家。这可爱都是什么？那是他的名字吧？嗯，弄他，就弄可爱都。单跳，好，反鱼雷。这是一排4颗小鱼雷。我还不信呢，这还没缘分，进家肉搏呢。
毛呢？我的管子跟他没法比。你们现在两个打一个，你知道吗？但是他血量很低啊，可以蹭一蹭。哎呦！快！哎，打中了没？鱼雷还没到呢，就死了。好好。那是、哎、那是那个冰区法利亚把他给打死的。啊啊！你们两个打一个，缘分没到。哇、哦！怎么他们都打你一个？这边。我怎么知道的？进了烟雾区了。啊！你看我们灵巧的走位，对不对？风骚走位。他这个管子本身不太厉害，但他就是骚，各种看人，各种反潜。对，哎，我们从小地图上面看啊，我们罗德冲在最前线，对不对？好，边上那时候是队友对吧？对，哦，居然打中了，而且还打出了那么高伤害，对，什么鬼啊？这种选手打中一次，原来是这样感叹的，我居然打中了，居然打中了。我觉得罗德以后我们不能再请你了，我们要请一个经常打中的人。你这个居然不是他那么远，而且不知道怎么一炮干出了，突然感觉两百多伤害啊！直播间感觉特别的 low， 你知道吗？驱逐处理一下，那个驱逐处理一下，驱逐处理。你看队长都说了，那个驱逐处理一下，处理一下。那他必须得推一下呀！那你处理。啊，现在不要太嚣张了。好，飞机过去了。哎呀，哎，说有一句说一句啊，我们罗德吸收了很多火力啊，是，就是全打歪了，对，他全部都就是我们好，所以你得看着呀，他来了你要拐弯了，你如果不看那就缘分躲了呀，那就只有缘分躲了，主要还是靠你看他们好多炮船现在这个只有靠那种潜艇偷人的或者飞机或者其他后面的炮船，我现在刚不动他们，哇，这边好多敌人啊，那我们的援军怎么在哪里啊？怎么感觉我们？对啊，我也觉得这个，但是我们在这边数量很多，我们只死了一个，嗯，所以现在我心里头有点虚啊，这个。对，我们只死，他们一个都没死，好吧？你看对方那个方向那么多战舰。哦，不是，他是这个，他是竞技模式，竞技模式就是那种死了可以复活的，但是看哪一边先拿够24个人头。哦，这样的 ，OK，、那你怕什么啊？上去坐完了还可以再开出来，不是？你现在这么多这个方位这么多敌军，你不放缘分鱼雷吗？现在我看鱼雷的射程，哎呀，刚好够，但是这个距离他们会躲开，我们稍微靠近点吧。靠近点，然后撸一把。对啊，必须得弄点缘分鱼雷啊！我就不信那么多舰船，这一个缘分都没有。我可有看着。这种。哎，上面是比分对吧？现在8-8，8-8，还挺接近的。哎、我们网络延迟比较低啊，4毫秒。对，我们这边网速。我靠，你们这个网怎么这么屌的？是啊，我们这200兆在看好了。所以你能及时的躲开对方所有的炮。哦，原来是这样的。对，海战世界用的演播室都是最专业的，怪不得我在家里面各种被干死。对。好，这波可以打掉吧？干掉一个。哦，10-8。不，现在我要尽可能靠近，然后用鱼雷来要么干他。你小心点自己的鱼雷。要么逼走位，不，那是别人的。哇！对，快打！冲在自己前面，快点打！快打！临死之前把鱼雷放出去。好，好的。我放敌人的炮火前进。哇！你这冒险好过瘾啊！快跑！疯狂的撒种啊！这才是玩海战之就是多么纷杂的走位。我现在我要打这个血少的，但是他向我这边射鱼雷了，我得快点躲。死了还去打？我死了，18血！快跑！快走，18血！好的，烧起来。没事，可以复活的。不是，那你这鱼雷打中没有？我就想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呀，因为你死了，所以对方12-1反超我们。是送人头，我还是快看鱼雷过去了啊，中了1793，那是我们打的吧？你自己打的，他是那种加粗的，那就是我们打的。1700队友打的也是有字，但是他没那么粗。王字。好，现在势均力敌，12-12。对。我感觉我方在围剿对方的，对方不出来。但是不是？你看，哎，左边有敌方战舰。哎，我靠，有点吓人呐！哎，不要干我，不要干我！我靠，这种时候还放个烟雾啊？对，放了。他这个守在我家里等我的这种。好，先把这个深入我们虎穴的血好厚啊！对，重巡那个。好，飞机来了，飞机来了。那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对的，是自己的。你不把家里的那个埋伏的先干掉吗？不然你们有什么人新出来先被他干一炮？对，所以说我想现在过来配合这个潜艇搞一搞。2-1呗，就一个人单挑不行，2-1呗。哇，他那么屌，我肯定干不掉他。他战略啊，他菊花拿来给我打，我也这个手打到断都
打不死的。是的，跟大家跟玩的观众说一下，今天我们试玩一下我们海战世界的新版本，然后没玩过的和喜欢军事的朋友们可以多关注一下，然后今天不播炉石啊，明天播啊，明天不继续播炉石。哎，这天上是有飞机吗？哦，他飞机要枪亮我打飞机呀，没打掉。你瞄准啊，中了，我就说你这种打飞机的方法，更高大楼请立起，也放过去。所以说这就是驱逐操作的难度 啊驱逐就是原按键。不是他哎打中了，哎呦，这波打得不漂亮，他打他好几个维度都要看呀，那个黄了，不然就要出事了。是呀，友军打的，友军比较准心比较好。哎，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打的，打成三炮还行，这一炮是多少？哇，好，把那这样把这里、刚才那位队友用什么战舰？我们用他那个吧，好狠啊！对，那个火力强。哦，不是，关键是你看后面人全复活了，这种什么重巡跟哎，我靠！全部在一二三，飞机飞上去。好，现在你看飞机在前面开视野，嗯，我们在后面看着。好，又来一个是吧？这个会不会是去你走啊？航母，航母往回走啊！不用怕呀，七八九就在水里头呀。这边已经没人了，应该要从七八九过来。搞啊！有潜艇。哎，后面炮船快搞呀！我们很难击穿它。你看，很难击穿，它皮太厚了。那你放鱼雷啊！放鱼雷啊！这个时候我看，哎，你直接就利用自己的优势近跟它近身放鱼雷怎么样？不，鱼雷它有一个有效距离的，就是说稍微近一点吧。太，哎，这次中了，有机会，中了，有机会，太近了会那个的。哎，中了，真中了。雅雷对吧？不，太近了会被他的主炮直接搞得妈都不认得。哎，去上去看看，真的中了，真的中了，真的中了，有可能中。哟，他副炮打我，哈哈，没打到。哎，还是没中啊？是我方的其他鱼雷。哟，哎，中了，这不是他，这是那个其他船放的，然后我的这个在后面，其实也能中得了。哎，你能为我们队伍做一点点贡献？你除了会放烟雾弹之外，你还会放什么？目前没看出来。啊！哎，我靠！我怎么遇到这种啊？这个黑的我都还不了口啊！把你过来，你就干脆以后改名叫罗烟雾算了，好吧？对，罗烟雾啊！这。哎，你看，我看见把他看死了，所以经常我直播的时候，哦、这个苍菜对不起说。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看我。这也是个技能，你看谁死是吧？之前他们说那个叫什么扛把子是个潜艇高手，说今天直播给他多切点镜头给他，然后我就看、看着看着也扛把子就没了。是的。这个目前这个双方的里面有大神，求你们不要送了，没有血的走好吗？比如说有战队的能看出来。双方选手名字上能看出有没有战队？可以看，有个叫民兵英雄葛二蛋，这个还好吧，目前还没看到。就之前那个板砖你们知道吧？他一上来，大家就打字了，反砖可以输，反砖就是死，然后不管敌我双方，先把他干了。敌我双方，把安全打了。他是1v29啊。这发222血，你能打掉的话，我给你一个奖励。肯定打不掉。防空，一都没打到啊！他在那边已经打烟了。哦，现在18-19。哦，比咱还比较接近的。哦，你还打的飞机啊？能打中吗？哎，这是你打的。好，干起来了！哎，你刚刚有打的一手好飞机，有瞄准镜吗？刚刚有。我怎么感觉怎么飘啊？对啊，就有点像那个 CS 里的 AK 打起来。好，这边我又杀了22血，还是他。哎，刚好在防一二线，那我先走了。再看远一点。看得出来，罗德也是一位缘分未到的。哎，我怎么感觉是不是要近一点？哎，他转向了，尼玛！高潮别走了。已经第三次攻击这艘战舰。罗德，我听说你血量比他多的时候，你撞上去他就死。我。哎呀，咱们撞他，那我直接把他看死好了。咱们就撞他就行了吧，打不过打不着还不能撞吗？那我直接干扰他脑电波把他看死好了。真的，已经第6炮了，还没打中，咱们去撞吧。没事，你看这看死了。
队友不当成功。我发现今天直播跟上一次比赛直播一样，我们是 OB。你说你跟 OB 有什么区别？那你是一个会放烟雾的 OB。对，你比普通 OB 高级一点，就会放烟雾。你看，在我的努力之下，已经23-19了，好吗？再拿一个人头就要赢了。罗德的努力是我不死，不捡人头就可以，不送对方人头就很好了。撞他！他最后一分了，24分最后一分了。对，撞一个，撞一个，给他上了呀！战舰之间的哦，胜利，胜利了，24个头，跟你有什么关系吗？确实啊，并没有击沉一艘。心疼我罗德啊！今天可能刚才罗德在我们演播室试玩了两把，还可以表现的，至少有击沉过战舰啊。不，第一把打得特别骚，然后不知道后面怎么就萎了。人品用尽了。我们看看分数，说白了你的抗耐久能力还是差了一点。好，分数我们3000多分，但人家有20000多分啊。哎，又差了8倍怎么办？这又差了8倍。对面呢？不是，你看3000多分是不是最低的？是全场最低吧。全场最低，右边都没有3000多分，有2000多，对方输了。有2000多，我方全场最低。不是你要你的3000多分，我知道放烟雾弹，放烟雾弹。你要看啊，他是个啥？宾夕法尼亚。然后我这么新的定位的，你瞧不起鞍山号了呗？对啊，不，他定位不一样的嘛。全场最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约克代剑啊。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前两艘的火力不行，我们来一艘潜艇给大家看看罗德的真正实力怎么样。叙库夫号是目前潜艇里面火力伤害最足最狠的，我猜的。你要说潜艇火力再不足，那么对不起，我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对，我们玩海战世界都是上去的。对，我不知道你玩的是不是。这对我潜艇我玩的更怂啊。就是又是一个欧盟潜艇。你告诉我你玩什么不怂。完全不怂，骨子里都怂是吧？对呀、啊，我所有的打法全都是怂的、那要不用说航母、或者我们先打，因为这是新版本，我们先把这个新的潜艇先演示，先把这个试一下嘛。如果还有更多时间，我们给让罗德用他最擅长的。对，先把新的战舰试一下。可能打那个好一点，打那个战列。好、哦，战列舰是吧？好，那第四盘我们用战列舰，好吧？今天先把3个新战舰给测试一下。有观众说这个游戏盲人也可以玩，可以。Okay, 你放大家好，其实我就是个盲人，所以说我带这个东西是为了减少我的心理阴影。对，盲人能拿到3000多分也不容易。我终于强行给圆回来了，要不然实力垫底。你重新回到1.85米，好吧？好，妈呀！因为妈呀，这个地图。这什么图、啊？哦，没有什么颜值的，没有这种我想哈，潜艇是属于什么？越小的图吧，它越占优，因为那种队友支援它越容易。越大的图吧，比如像这种整个一个大平板，它图面积大，而且还没有掩体。这个图我跟龙哥上次对战是玩的，对。那你跟着大部队走呗，这样队友帮你。对，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脱离队友的这个火力范围。你一旦失联了，哪怕你是再怎么高手，对面那个随便搞的。说起来，很多游戏确实盲人都可以玩的。之前那个，最早是跟 Boxer 打星际那个哥们盲人，还差点赢了。那是怎么做到的呀？不，他是这样，他是用、他上来先把键，就因为用键盘操作嘛，把小屏幕移到左上角，然后他记住那张地图，摁多少下右，就可以到他矿区内，然后才开始矿选。就是玩海战世界，如果也能记住地图每个坐标每个点位的话，其实也可以，只不过就是难度非常高。算你的速度，你前进了多少时间，对吧？我觉得玩QF 盲人最简单，对吧？我只需要一直摁住后，然后找位置发招就可以了。连续使用 Z 键控制下潜。对，我他是这样的，很多高手哈，你看他都是下潜，就你平时就先按着，像那些打鱼带都是这样。哦。如果你要下潜，你就不管他，你不要潜，你再把它取消掉。取消掉。好，然后这样就因为他是有一个准备过程的，这样就让你能及时下潜。对，你能及时下潜，你看前面那哥们已经潜了，我也该潜。我就帮你摁了。哎，不，这救命呐！你得过来。你看我又把他看死了，跟猛不猛？死的！我终于知道罗德在这个海战世界里是怎么出名的了。经常 OB 把死亡射线被人看死。好，现在了啊！你刚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OB 到全场算了。
我觉得你也不去送别人。这个如果说不起来也是会被干的，那个生鱼鸭蛋可以干，现在这个状态鱼雷可以干、啊、我再升一层就只能生鱼鸭蛋。然后如果说我开得太进去彻底失联，那对面那些有反潜能力能投生鱼炸弹的就随便骑在我头上干、啊、所以不能太进去的。明白。然后它是这种，一般来讲它这个地图是平板嘛，如果正常的一些有掩体的图，它是一来之前也是跟板川学的嘛，就是说你先躲在一个山后面看一下，嗯，他们那边那些驱逐吧，先走哪边，然后你反着走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干你的嘛，对，就是说白了就避开敌人的锋芒，尽量规避一下。哦，那他要被投了吗？难道又要被我看死了？不会吧？就你队友哎，你看队友干嘛？是队友啊，对，这我怎么知道嘛？我们都看出这是队友，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你这个水的可以啊，海战第一水。哎，你都开始发炮了吗？对啊，能弄他们一下。好、哦，哎呦，难道真的能撞？他停车了，但是我转过来再搞呀。你可以撞他，你们俩在。对，我的血量血量那么多，你可以撞。哎，你把他给看死了。他是下去来看，下去了。不是，他是那个刚才被。我们的一个鱼雷机啊，把它给投死了。但是对方飞机打你。现在你看这些炮弹啊，我们争取往前靠，像那些战列他们是没有一点反潜能力，就是说鱼雷它的威力特别大，但是它的缺点是属于你需要极好的预判。但是目前来讲哈、啊，反正正常人类是很难判到，大部分都是除非它堵在一个口里面。那、嗯、所以说很多时候，哎，它的这个鱼雷是属于。板砖在呢，你的队友。真的呀、啊，板砖。对啊，倒数第三个是板砖。哎呦。直接开麦，不，直接T 是开麦。板砖，罗德说你是个菜鸡。我靠，不要这样，不会玩。哎呦，他们黑我，立马不要听他们乱说。哎，这种我怎么遭得住的吧？哎，他落单了。哎，我笑了，但是天上有那个丢蛋机。我们待会看看板砖风速多少。哎，你已经 OB 了。从多少分钟开始的？你从17分钟开始的，你 OB 到14分钟了，你还不开炮，还不去找？今天是官方让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潜艇的使用方法。是的，你这样错误给新观众、新玩家就告诉大家，潜艇就是这么 OB 的，对不对？不，难道你要浮起来送吗？不，你可以开炮打呀，那至少有点作用吧。现在太远了，之前不信你们问板砖嘛，这个你一般比如你靠近那个700-800米那种就比较好了，你太远了的话它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嗯，然后它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很多地图它会打成那种转圈，嗯，就相当于是两个狗它要互相摇尾巴，啊，它这边分出来一个呢，就等于说是我们的狗嘴在这边，它要过来牵制我们的。我不管你的狗嘴问题是在哪儿，但是现在我们地图上都没有敌军，连友军都快没了。你是要开到哪儿去？我去干他呀！哦，你们不是让我干人吗？哦，那我看，鱼雷发射吧！我靠，你们都说我是1米8的汉子了，我能不干人吗？哎，旁边还有一个，我笑了。哎，我笑了。一跳好吧，我们一跳来，操作一波。好的，好，只有鱼雷一种武器吧？现在在水下水底只能用这个。好，调整一下方位。我干死你！我靠，这么近你都射不中，那你就真的射不中。还第一发真的没了，北上呢？哎，他抢人头！我靠，抢人头！哎，对方打死他！炸！啊！不不，哎，我还是送了一发，中了一发，2000发。哎呀，还有抢人头这种说法。然后你们看他氧气快不是很多了，他现在我会 F3 吃氧气。哎，你好像没按下去。没按下去。啊，好了，还起来。他 F 三，他那个金币氧气瓶，它是可以瞬间恢复50%。Okay. 金币氧气瓶就是说白了是要花那个游戏币的。对，它是这种。几下？我已经没了呀。啊，就一个呀。啊，就一个。当然就一个了。你要是一下中三个，对面不用玩了。那我就在水下待一辈子。是每一局只能最多带一个，还是你去太穷了只能买一个？好像就只能带一个，只能带一个。那这是你的好。对，因为这个你想，如果真的能带很多，它会影响平衡性的。对。那你永远都在水下，对面要吐血了。现在我们是打中一炮啊，罗一炮，能不能来个罗二炮？那我起来作个死。看看。看一看。起来看一下。哎，OB 也要 OB 的有点精神了，对吧？
哦哦，我看到了，他离我的范围很近嘛。好，现在我扭一扭，哎，他没看我，哈哈，你我的 ENC。你不要这样害我了，这我帮你多补充点氧气也没什么错，对吧？哎，这也有道理，对不对？啊啊！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啊，没事没事，我们马上抓住目标了。你去看要去打的时候，别人都死了，你说对方只有六个人了，你还这么怂？再不抢人头就没了，分数都要给个。你待会看看板砖，你死了啊？板砖没死，你看板砖的操作，你看板砖分数好吗？一会儿咱们跟板砖，我靠，板砖肯定是大神的呀！别啊！哎呀，还好还好，没什么。你是深浅了吗？没有，是一深浅，还有800多血。我他现在深浅了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深浅可以躲，对吧？对。那刚才不好好看，周围 OB 都没 OB 准。不，潜艇它现在主要的定位就是说，它潜在水下比较安全，然后它主要就是提供一个视野。你可以把滚轮拉大一点。它抵近侦察，我是说你把你自己的滚轮拉大，这样就不是就远一点看自己战舰可以吗？啊，对，这样看得清楚点嘛。对，就是你刚才就没看到鱼雷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得太小了，我没注意看小地图。其实应该先看小地图，来了的话你看一下它是什么飞机。哦，如果是侦察战士，鱼雷小地图会显示吗？不会吧？不会，它只会显示有飞机过来，但你要看天上看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鱼雷机还是战斗机，对吧？啊，对方还只有四个了，哎，我们再打一个。这个很难了，我机动性很慢的。对，整场比赛你打中一炮，还不是你打死的。然后，哦，这么准，这么准，你还不是啊？打呀！先放两颗，因为等会儿它会转向的。嗯。你看，等你过去的又被打死了。好，你预测它往右边跑是吧？对呀、啊，但是哎呦不行，我得转过来用尾部的鱼雷，但是哎呀来不及了，队友快把他干死了。哎、我们能不能还是操作不行？我们能不能打中啊？你看前面哎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啊死了，不是我们打，对他这个就是速度慢，心疼罗德。哎，真的是今天是 OB 节目 ，OB 界的耻辱啊！哎，加这两个感叹号什么意思啊？他是在提示，比如有的时候有些情况特别紧急，来不及喊话，他就直接那个打个点。哦哦，就相当于星际二里面地方也可以打点的。嗯，就是让队友关注一下这个，关注一下这个。有上面居然有飞机，他没发现我。哎，我起来了，你干我呀！你看他怕了。别人离你108000里，中间还隔着3艘舰艇，谁有功夫打你？就是板砖在那吸收火力呢，好吧，676血，你把板砖炸了，来，咱把你要能把板砖炸了，我觉得你还是个高手。我敬你是条汉，怎么样？你也是个干死板砖的男人。对呀、啊，咱们把板砖炸。你们他600多血，你不干他，撞他，直接全速前进撞他。好，我们先改变这个任务胜利是把板砖干死，怎么样？走，你们不要挑拨，不挑拨就得弄。哎，不对，鱼雷机来了，管什么人？先把板砖干死，就弄板砖，不要管他。啊，但是有战斗机咬着他，那个鱼雷机他一时半会儿拖不下来。你快扶上去，把板砖干死！不要这样，流锤名垂青史，对不对？我这名垂青史，我操！以后别人问我，哎，上帮主龙哥，你们有跟一个叫这个罗德的人玩过海战世界吗？我就说，哦，那个罗德就是。干死过板砖那个男人，对不对？对，我们就可以吹了。我们跟他一起解说过比赛，对不对？我们也有面子。好，干了！一般还2艘战舰，你时间不够了，快去快！你这板砖自己人都打不死的。对啊，你自己人都打不死。他只要没超过我火力范围就还好。哎，快啊！没有，快快！但是我一炮干不死他。没关系，你打两炮。等会儿我等缩圈。哎，但他走位也很骚的呀！哎，我正在行进中缩圈缩不回来，哎，这个炮太蛋疼了！哎呀，你连一个自己人毫无防备的人你都打不死！啊，撸了！这个炮太弱了，你这炮就能打中啊？我还不信呢！不是，拼人品的，哎，掉到旁边了！我操！哎，这个炮就是这样，所以说当时觉得……那你发鱼雷干他呀？那么远，你看我鱼雷的范围，你看近一点，对，你就直接撞他600多血。你800多血怎么也能把他撞死啊？快就直接撞他！哎呀，板砖肯定出其不意，你也打不中敌人，你打自己。你看，游戏又结束了，我也是醉了，你自己也打不中敌人。
我觉得我们还下次还是用鞍山号吧，这鞍山号还可以放放烟雾弹，对不对？前提连烟雾弹都没有。看看福建，你可以自己去配那个的，但是它本身很。各位观众，如果你觉得你比罗德玩的好的话，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海战世界。连罗德都能号称海战世界大神，都可以打成这样。我不是大神呐、啊，我靠！啊，五千多分。我们五千多是不是垫底？不是不是、啊，有几个死的早 的，我们是苟活到最后，苟活到最后，所以分数高。其实是因为鱼类的伤害太大。看板砖六千多分，板砖只击杀了一艘啊、板砖他有的时候他这个不是根据你的这个，但是作为新手来说，提供、啊、我们就看分数啊，好吗？我们板砖比你强啊，哎，好，那最后拿你最擅长的战列舰吧，好吧？好，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有不少的船。就是打得比较强劲的那个，你就拿你最拿手、平时最喜欢玩的、最狠的，最狠的就是潜艇，停在下面不动呀。哦，我们先看一下科技树啊，我看看都有些什么好玩。它这个德系以前只有一根线的，嗯，现在出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买，咱们不缺钱，买。嗯，龙哥好，任性。哦，这什么？这重型巡洋舰。然后这个是。啊，买哇，110万约克代价，好好买了。好，你买东西不问一下我？哎，龙哥这么土豪的加装各种火炮，不会在意这些的。好，这个是先把它研发了，然后给它装上去。哦，我们把它用研发点数和银币对吧？对，然后把它再装上去。嗯，上去之后，应该啊，这个好。然后我们看一看它这些，因为你看它配件这些还没加，这样的话我们加满，加点东西，啊，库存里面那么多，啊，那就随便来了。对，哦，高效烟雾弹，我看出来了，罗德主要是来加高效烟雾弹的。啊！你们两个，我遭不住了。普通水兵，也就是普通烟雾弹。哎，这个换了一艘战列舰以后，就要加高效烟雾弹。为什么用这个战舰？就是因为它有高效烟雾弹，所以才用这个战舰。我看这次你分数至少四千分。我觉得至少这回放烟雾弹，至少能得四千分。稳。看一下。啊，它的这些走位啊、炮台转向都会慢很多，惯性也会比较大，但是火力强啊，对，火力强，范围远。这次看你表现了，这因为时间原因，所以可能这是我们最后演示的一个，对吧？大家呢可以通过海战世界官网去下载一下游戏。对，你在今天晚上对抗当中很有可能遇到龙哥和我还有罗德，我觉得你见到罗德你就一顿打就可以了。我看板砖在这赢了，嗯，啊，板砖没在，太好了。不然你们两个又要喊话了。反正如果在对面你就挂了，我跟你说，你连自己队友板砖打不死。那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板砖，板砖我们互相爆点吧。这啊，注意素质啊！玩游戏重点输赢不重要啊。不是，之前好像哪个版本来的也是啊。这么近你打吗？妈！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龙哥的好对吧？不，我们在有优势的情况下，万一我们现在3-0啊，万一等会贵了呢，对吧？对，我们已经3战3胜，对吧？虽然我们都是混的，但是也是3场胜利啊。有问嘉宾在哪里直播啊？在中国最好的这个上海最好的演播室啊，是吗？对。龙哥，你笑什么？在卢湾区最好的演播室可以吧？在鲁班路最好的演播室可以了。鲁班路只有一家演播室。哎，那这时候那个重型的话，一般躲在后面发射是吧？对，他一般就最后面的肯定是航妈，啊，然后他就他拿防空炮干嘛？他在打自己人？不是防空炮防空炮打船没伤害的，啊，因为那个他护甲太厚了。然后我们这个是提供主力输出，然后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主力输出，你要是打不出来，那就崩了。这个这种时候，好说圈，这种时候一般是隔得太远，它又太灵活，先拼缘分。但是我看到一个相对不那么灵活的，但是它又超出射程了，好吧，那还是来一发缘分。哇，纯缘分。对，一般就是
之前版权效果就这样，第一发反就圈越大越好，就撸过去就行了。哦、然后中不中不管，到了后面的话，你要稍微打得仔细点。OK， 明白。既然板砖说的就对，一般刚开始你确实也很难干到人嘛。我问个问题啊，像你这个重型巡洋舰在这是战列，战列舰放在后排是一个普通战术。如果你突然之间，你就算冲在最前面。会不会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会被人骂的。哎，对面会很开心的啊！这不咱们战术安排打一个出其不意吗？这太出其不意了！对面一看，开心的要死，这是什么情况？是开炮，开炮，别闲着。但现在一炮都没中过啊！等会儿说圈啊，把这个船走位那么骚。好、啊，说了。哦，他想骑这个潜艇，所以我们瞄准潜艇上方来一发，撸了。你会打中自己人吗？不会，因为他在水下炮弹跑弹的。啊，中了。500多也在中吗？因为只中了一颗嘛，他本身就走音的。没关系，再撸一颗。好，现在我们就不要太往前了，否则会有危险。嗯，就接到这里，尽量想办法输出。这个有红线，是说有山隔着打不到了。对，就是你弹道线被隔断了。那你要调整一下位置啊。嗯，没事，他会自己开出来的。在这等着他，他不会一直憋在里面。打，我小心小心。打，还不打？哇，这么……他要转向，你看。你太谨慎了。哦、我不信你能打中。这肯定打不中。我现在要调整船头打。所以他换了一个方向，不忍直视自己的。加强型的烟雾弹是吧？啊，我懂了。不要这样。今天通过罗德大神的演示，我们什么都没学会，但是烟雾弹我们学会了。是的。来、哎，他没点，他肯定会这样往回转，所以我们人工预判。哦，哎呦，这个有点意思。打中了吗？没有，他在缩。炮弹还在飞。他在缩。哎。哎。从他屁股后面。可惜了，罗德，就差一点点。每次都是差一点，叫罗差罗一点嘛，罗一点。我觉得我要，这是小炮是吧？对，这是复合炮。哎呀呀呀，飞机来了！好，到了。我看你的瞄准镜跟那个差很远，是惯性还是？对，因为它前面有个那个鱼苗圈，你打那个圈子，对，就是也提示你。哦哦哦，啊，懂。哎，然后你自己把瞄准器放进那个圈子里面。哎呀，我靠，按错了。盲打。但是万一中了呢？对，盲打就对，还是看缘分。今天学的最多的是缘分。我有一次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盲打这个打中了。所以你看这主力输出键威力有点吓人。好，可以了。好，收圈，弄它。这肯定中了，哎，看一眼。好，击穿敌人装甲。他刚提示了，只是我们没撞到他。他说了嘛，击穿了敌人的装甲。好，这个时候，哎，躲雷。你这么慢还能躲雷？那得也要躲呀，不躲就中了呀。战列舰。哎，这个好多啊！我有好凶！救命啊！甩尾。好，正好中间。好，这个躲过去了。奶奶的，你要干我是吧？你这就躲过去了。躲过去了。弹道已经，哎，我靠，就一个炮给他，真好难受。我们还蛮选的，龙哥。嗯，这次跟往常不一样。往常虽然我们怂，但是死的也费了不少血。你为什么那么多武器还不能开放？这边鳕鱼晨曦说，我就学会了打飞机和烟雾弹。你学到了精髓，罗德的这看家本领全传授给你了。啊！我靠！糟了，我打飞机和烟雾弹，我只认罗德。完了，那之后半见面会，我要被玩家钉在墙上。哎呀，哎，啊，都开了。现在势均力敌啊，7-7。对，然后现在我看，哎，他们那边有个那什么，有个潜艇，我往这边靠一下吧，打一下他们这边的。你是主力输出啊，到现在只为团队贡献了一炮啊。哦，还打穿过一次装甲，两炮。哎呀，我吐血了！快，就这里。现在比分很焦灼啊。哎，这范围还没覆盖到，等会儿。能不能赢这局全看你了。再往前开一开。我们这边好像就我一个战略。所以你更加重要，开炮啊！等会儿他没进范围，你看小弟会有个圈，他进我那个圈里头吧，那就可以打。然后因为他的射程肯定是很远的，我能打他一般，那他也能打到我，所以说我们就先干他。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看他因为几乎是静止不动，他觉得自己可能在后方心理上会有优势，我们可以，哎，他怎么就动了？打打打，反射撸了，我靠，你速度那么慢，啊，航妈被点亮了，干得好，看见没，打中了，打中了吗？他说干得好，配音说干得好。对，因为你即使看不到，但你如果说中了的话，它是有提示的。OK， 那我们第一次玩，你不会骗我吧？没有，因为以我们对你的了解，打不中啊。反正眼见为实，嗯，我们没看到就没打中。哎，他又没点了，飞机过去看。每次你看哪边就不见了。飞机去看那个战列。哎，你看小地图那个战旗，旗这边是不是被那个了？啊，一个重巡进去了。是的。嗯，那你要把它驱赶吗？哎呦呦，飞机来了，但是他哎还没看到战列，这可以打。哎，那反正有谁打谁，有目标就可以打，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原地不动啊，切换轮射，他有轮射跟骑射，他不动，我试试。哦哦哦，是你打的吧？不是，别人也轮射都打了呀，你看这里。啊，总伤害2582。对你，就你比如已经丢失视野了吧？你怎么判断打没打中？就是看那个看你总伤害变没变。不，一个是总伤害，另一个你从画面上看得出来，就打中了，它那里会有爆炸的动画效果。哦、你打不中，它就直接钻海里。好，差不多了。哎，他怎么停了？啊！怎么中了？没中了，他突然停车了。突然之间停车。对方在躲鱼雷。躲鱼雷。好的，鱼雷中了。哎，你这一炮是掩护，鱼雷打中还是有道理的。哦，打得好爽，打得爽，但还不是你的，是人头不是你的。可惜了，我觉得这个是运气。如果刚才我们那炮使用它血量更低一点的话，就是啊，或者说我们开炮再慢一点，对吧？对。慢一点的白鲁，那么去点一下的。我们对着岸去点一下的。我觉得我战列去点的，救命的！现在5-4，比如说你焦灼。好，又放烟雾弹了。哎，这才是我们的老本。你们非要我点吗？我烟雾强点。我后面配。现在团队配合啊，团队要你干嘛你就得干嘛。飞机快去看，我管子架好了。哎，你往边缘去走干嘛？你找敌人啊？那边有人呢。好，你看这块现在飞机把它亮了。好，等缩圈，等缩圈。好，缩圈，缩圈。我们现在前面瞄到前面，然后等好。好，这次中了。咻！他为什么又不见了？没关系。看，中不中？敌机来袭了。哎，哦，还好，真傻逼。这没有辅助，我看看，这没辅助啊！俄德烟雾弹完了就这样，你看。哎呀！我要被一个侦察给干死了！哎，他干了什么？哦，吓死我了！我以为他要抓花木弹。啊，他还没投，他身上有弹呢！看我转向，赶紧转向！有鱼雷吗？还好他没投下来。啊，投了！啊！全中！3发全中！鱼雷往哪边走，我们就往哪边走。是的，我们用肉体就跟鱼雷进行灵魂之间的碰撞。这时候罗德不是一个人，他承载着二龙、邦卓以及间谍。哎呀，感觉我要死了。又是，哎呀，一发。不是，你就他喽。400血。哎，没烟雾弹了，你俩躲不住了。没有烟雾弹，你这边也废了，心机都没有了。哎，我好怕呀！那现在我只有来吸引火力了。你玩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快跑！他不是在说我们吧？不知道呀。跑呀！哎呀，这可火了！我害怕。300多血，哎，先打成4-4啊！4-4。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其实刚才就是4-4，因为我方没烟雾弹等于废了。继续观战。继续看。我们看一下正经的 OB 系统，人家是怎么玩的？啊，这里这个去点，这个去炸，但是判断的，哎，他在这里。好，如果说这个距离太近啊，你看这边在吸引他打飞机，这边在投，太近了吧？但是他没有找到投的角度呀。啥？这是俯冲轰炸机？嗯，还行了，打了390，还199，再来一次，再补充一次就可以。不，这个搞不好驱逐都能把他给炮死掉了。快点！你看，真的把他炮死掉。是这边这个本身打的。好，现在还有对方还有两个。本身你早送死，咱们早可以正经观战了。你说你真是，还老放烟雾弹。哎，OB 还是这个视角更好一点。
是吧？更能看清正经 OB 还是这个视角。现在对面就一个那个潜艇，一个航宏观操作嘛，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你要看他投了弹之后的回航方向。哎，我想问一下，死了以后说话别人还听得到连 T 的话？可以可以。哦，那其实以后就是咱们上来送死以后开始指挥他们，对吧？就可以了。哎，不要把它干了，这个得看它 回航方向。现在我们这边有个飞机在找，这是侦察机，视野会要大一些。对方还有两个，小鸡座上现在找不到那两个是吧？对，没找到。他那个潜艇现在肯定也不会轻易露面了。那我们去占领对方阵地啊？不，但现在也不能轻易暴露你，你一占吧，对面就知道了，肯定在这儿。啊、那他派鱼雷机，搞不好就给你搞出事了。那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边上掩护他呀，怀嘛。现在就是说看谁先发现对面主力啊，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也真的不好说啊。不过他这个防空有点，但是血量太低。哎，打那个位置，血量太低。如果说被偷到，可能会出事。啊，找到了，在上面。啊，躲在这个角。突击者，嗯，这是航母对吧？对，航母。好，搞他。这一旦被发现就没救了呀。这个又是炮又是飞机的，航母又跑不掉。啊，它本身速度它又不快，但是属于围剿了。对呀、啊，好，然后只剩下一个那个潜艇。但是这种时候比较理智的潜艇，它不会出来了。对，就是它藏着死不出来，耗到平局是吧？啊，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站一下。对，现在还有四分多钟，应该来得及。飞机的算占领吗？不算。不算不算，它是这种必须是在水面的单位，你潜艇也可以进去，但你潜艇要浮上来，你浮上来是吧？啊、它你一下去就打断你玩那潜艇了，这就跟那个玩魔兽世界里面那个盗贼潜过去，也得潜行才能开旗子嘛。嗯，这我方航母。哎，小地图队友提醒了，在这里就那一带没血，空血的，我把它打残了，100多滴血。看来是很想求瞬间的，反正空姐在地图左下角。你去吧，妈，我们俩走穿越一炮户。哎，他这样转向真的好吗？这不是撞的，触礁了。哎呀，我真的要把人看死了吗？啊！啊！这真的是我看死的吗？十一血反杀一艘航母，你不是为什么我看谁就死了？你待会别看我。十一血被十一血的潜艇干掉了一艘航母，五艘鱼雷，五发鱼雷。哎，这该不会被他翻盘了吧？这个血量都很低的呀。啊，100几血和60几血啊，哎，真有可能翻盘。你看他只要偷偷这么一过来，哗哗哗放一把。哦，11秒钟，赢了，啊，10秒钟啊，赢了，来不及，他来不及打断了，可能还要被反弹。哎、他被啊，好的。我今天又躺赢了，4-0啊，4-0，开玩笑，他可能是我们打没养的，必须上来，没有杀过一头的，是的，就是你看击杀好像是零，你看这边是零罗，我觉得他戴墨镜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他是盲人选手，但是他是怕打得太死了会别人认出来，我就是盲人，电竞阿炳就是你吗？啊，对的，就是我，哎，不过这次分数挺高的。多少分？哦，6000多分也不高啊！那6000多分排第三了，啊，可以。他这个可能跟这个没多大关系。哎，我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剑，它的分数会比较高？什么样的剑，它肯定就是主力输出呀。你这个已经是主力输出单位了，为什么只有6000分？你有菜呀、啊！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尖锐了，龙哥。我觉得还是要给嘉宾留一些这个空间啊，让嘉宾回去自己琢磨。好，那今天呢也是简单的尝试了4盘游戏啊，分别用了4个不同的剑种。那其实喜欢的小伙伴呢，也可以以后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这款游戏。因为时间关系嘛，今天给大家在这里，同时也感谢一下我们电竞阿炳今天做客的罗德大神，罗德大神。妈，不，虽然咱们一艘战舰都没有那个。打掉，但是我们死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对，而且我们是4-0，对吧？全胜战绩，关键是很多观众都说了，今天看《海战世界》这个节目还是学到不少。对，比如
烟雾弹，放烟雾弹，打飞机，打飞机，我这 O B 对吧 ？O B 学到精髓，学到很多精髓的。哎呀，如果哎我大家这个还想更多了解海战世界其他一些除这三个最没有用的技能之外是的其他技能的话，可以亲自去下载一下啊，然后去感受一下这款游戏。对，反正我和龙哥以后玩的时候是尽量不会跟他组队了。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带来海战世界的直播和比赛。好，谢谢罗德大神。拜拜拜拜，再见。